粉红猩猩登场，捶胸超有气势，踩着舞步，模样灵活，来一个旋转跳，还有高难度动作。双手撑地，头下脚上，接着转了好几圈，同一只粉红猩猩被拍下，出现在台南羽毛球场。 受邀参加庙会活动，休息时间逗的小朋友哈哈大笑。操偶师是他。之前也从事哪一个行业？我以前就是学表演艺术的。哦，就是表演艺术的哈。以前学过一些街舞，练过一些体操。要撑起猩猩道具服，体力不好不行，准备着装吸引民众好奇围观。觉得怎样？我爱啊，我就爱这个颜色。 超醒目的粉红猩猩，每次现身都是民众注目焦点。爆红的阵头不止一个颜色，原版猩猩是黑色，发展出灰白色和荧光绿。芭比粉红猩猩近期最夯，全世界都吹芭比风，所以就弄一只粉红色的。那阵子就正好大家都会找想要芭比的。我们有量过，在里面啊，我们外面38度，里面人体会发热，里面有，还没有什么消失的方法，真的就是热，打开来才能消失。对。 目前团员中大约有4名操偶师可以上场，只要猩猩出阵就是庙会焦点。从一开始有点卡卡，到顶着高温也能做出灵活动作，风光的背后是苦练成果。三立新闻廖一德、王玉文与您报道。